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大胖。小胖回国呢，也快有一个月的时间了。有很多朋友好奇我们这个牛肉饼店现在怎么样了。饼店呢，现在已经是兑出去了，但是当时因为这个签合同的时候呢，是以我老公的名义签的，所以要等他回来之后呢，才能给这个人完全的过户。但是现在呢，是已经签完合同，交完定金了。然后今天呢，我去饼店跟这个人做一下简单的交接处理，等我老公回来之后呢，再完全给他变更名义。我现在到饼店了，哎呀，干活呢，收拾差不多没？差不多了，还得个五六天吧。我看现在也没啥太大的变化呀。就把冰箱推了推了。然后都靠墙了。你们打算干啥呀？做饼。饼类呗。面食。嗯。算早餐不？就算吧。算早餐。就是香酱饼啊、葱花饼啊、小丝饼、鸡蛋饼、啊，反正总行，像我们这个服装市场吧，中国人多，但是面食店呢，就是好吃的没有，所以你要做的好吃的话也行。行，到时候来尝尝。那必须的，你哪天开业？我得4月17号。试营业呀，还是正式开业？正式开业。正式开业。行，到时候我跟小胖来捧场啊。行。你俩来不花钱啊，随便尝。好。然后等那个手续啥的，还得等我老公自己来，然后他到时候给你过户什么的啊。好嘞。这个基本上就是我老公之前走的时候，他已经把这里边都打扫差不多了。然后现在呢，就是我们对店的时候，就是所有的东西我们都不拿走，就像什么冰棍啊什么的，像饮水机、空调都是带着的。今天呢，我把这个网拿走，还有这个摄像头啥的都给他拆的就完事儿了。因为像我们把这个店兑出去了之后呢，这里边的东西吧，我们自己留着也没有用，所以就是全套带着全给兑出去了啊。然后具体的价格呢，就是在这里边不太方便讲。你之前开过店吗？在中国开过。开过。哎，那有经验呢。我还可以。开了10年了。你俩有孩子吗？现在没有。结婚多长时间？1年多。那啥时候要孩子？得挣够了钱了吧？本来是打算是今年要，然后我俩没事溜达溜达一下，看着你家这个店了嘛，然后就寻思再往后拖一两年吧。要孩子这玩意儿吧，要孩子这玩意儿吧，千万不能往后拖。还得奋斗，还得有钱呢。那倒是，但是吧，你不能两个全都得。再奋斗两年，奋斗两年以后。你多大岁数？我今年本命年。本命年，那跟我同岁。嗯。那我现在我36生的孩子，那现在都觉得可累了，要孩子还得趁早，还得趁早，对不对？那没办法，为了自己的想法，是，没招儿，现在都不容易了。反正在这边吧，就是两口子开个店的话，就是比上班强，对，比上班。然后这个富川本身就是客流量大嘛，干好的话可以，但是相对来说，如果说就是生意好的话。忙也累，这玩意儿现在吧，就是自己干的时候，就是卖货卖的不好也上火，卖的好也上火，是就这样。你看我们刚开始开的饼店的时候，就一个小店多少个人，5、6个人搁那忙活。对，这就是忙活。就是忙，反正是卖的不好也忙也上火，卖的好也上火，就这样。本身没有就是好的时候。本身我就想干炒菜。啊，你会炒菜？对，我厨师。哎呀，我炒了得20年了快。嗯。然后吧，这寻思还是吧，现在反正经济不景气。是。不景气，还是我感觉还是做了这个面食啥的。这个富川的话，缺面食店。说像干串儿了啥的太多了。多的是，那富川多少串店呢？太多了，所以吧，还是感觉还是干面食。还得干我的老本行，但是你这面食店，你这炒菜师傅也没有用啊。打下我呗。行，然后到时候这里边是不是得摆桌，能堂食吗？能吧，因为我想着摆三个，那边走的话，摆三个，摆桌呗。行，适当的就是摆两三桌，有的人愿意在这边吃完直接上班。对，反正尽量还是以外边为主。拿走，打包。刚开始怕忙不过来，你就在屋里边吃，就感觉好像是更那个
精力都分散了嘛。然后这个饮水机的话，我当时不是签的合同，就是买的。然后这个里边的那个过滤网，你自己到时候买就行。啊，自己买的话就行。还交吗？这个不交，不交就是你当时是自己买完了，直接自己换就行。对，因为他要是那个让他给你整的话，那个一个月好像多少多少钱，我没整。他说到时候就是六个月换一次过滤网，就行。那过滤网上哪买的？在网上？那前面就有，市场里。不是市场里，再往前走点，那个富川那边就有。到时候我告诉你吧。行，到时候你告诉我。好多都不懂这边。刚开始开店，反正就是事儿挺多，但整完就好了。些铺的比较费点劲，是后期了就开始干活就行了。那这个店是打算就是你们两口子干的？我的我婆婆啊，三个人啊。哎，那行，要不肯定是干不过来，我婆婆打个下手，也挺好，一家人哈。最起码是比在外面给别人打工强。对呀，最起码自己有点事干，挺好。要不然受气呀，关键是。哎呀妈呀，刚进屋怎么听见我儿子哭了呢？我命。咋的啦？你来了，你看这哭的脸，想妈妈了。哎呀妈呀！都办完了。啊，都整完了，整利索了。然后等文东回来的话，还得给他更一下名儿。啊，到时候就全完事儿了。咋的了？跟姥爷姥姥玩儿啊？那你哭了呗？哎呀，这大人。好长时间。没见着你了，你看看。哎呀哎呀哎呀，这俩滴眼泪掉的，哭的这么伤心呢。这小小的咋整的？陈月兰，别问哥，别搞冰山。哎呀哎呀，真棒！哎呀，过几天等你爸爸回来了，那你爸爸就说：“哎呀，我儿子这么大了呢，是吧？”懂事了，想死了。懂事了，啥都明白了。哎呀妈，这哭的。哎，陈月兰，吃饭了吗你？阿爸，阿爸，现在他现在好像就是想他爸爸，天天晚上躺那就爸爸爸爸的。吃完了，刚吃完。行，一会儿给他洗个澡，然后带他出去吧。今天天气好，行，出去溜达溜达啊。行。